我不要那么帅，我要有一点火气了。会冷吗？不会。会冷的话可以抱着我，然后你看他没有抱，然后你看可能有一点紧急刹车一下，然后他靠在你身上，然后你就说这种老梗，就是等于说你早就知道这种老梗了。所以我等一下要靠在他身上。就你先不靠。对，先不靠。但是呢，就是说他会冷不冷吗？会冷吗？会冷可以抱在我身上哦。然后他没反应，然后就是一个哇，靠上去，然后呢，你就起来，你就看你怎么说了。我要你那个什么，你上去看到妮妮的时候呢，你等下试试看你的形体。我不要那么帅，我要有一点尾气了，要有点本性，不要随便露出来。我们今天才你拍戏第二天了哈。哦，稍微惊喜一下，没问题。就是有一点那种，就是我要表现一种那种高中生的那种可爱。不管去哪里，就再来回家，永远都说顺路就对。就算他家在基隆，我住高雄，我也跟他说我顺路，我可以环岛。再来最后一点就是，不管他饿不饿，随时问他说要去吃东西。虏获他的心，先把他养胖，把他养胖之后，没有人会喜欢他，他就是你的。大概骑个八秒再讲话，好不好？饿了吗？再骑个大概五秒，然后呢，我们这里会给你一个手势，我们给你一个手势。就等于说我们变 size 了，然后呢，从头再演一遍。